找一個經紀 ，OK， 同你睇好依一堆樓，依一堆樓 OK 咗之後咧，你就要博取埋噶啦。可以入到 Markham Secondary 嘅中學嘅獨立屋，嚟多次。大家好，我是天猫的 Peter， 今天来到 Unionville 介绍一间四房独立屋，大家入去看看。要买呢间屋，不如咁啦，我俾三个理由大家要买呢间屋，好唔好？第一，呢个 location， 个 location 咧喺 Canada 407地点咧冇得顶噶啦。第二咧就是校区房。依間屋咧可以入到 Markham Secondary，OK，、okay? 一間好好嘅中學啦。啊，第三咧，屋主喺第一層嘅樓梯同埋地板咧，全部都係兩年新嘅啦 ，roof 又兩年新嘅。依間屋基本上入嚟就住得噶啦。一個咧就係飯廳啦 ，OK。呢、这個飯廳可以擺到一張六人到八人嘅台 ，OK。入門口之後一個 living room， 跟住一個飯廳。嗱，再入嚟呢度啊，大家。如果百零萬買到呢一個廳，呢、这、一個 family room 咧，我諗大家都會想要啊。呢、这個 family room 咧，足足就差唔多20尺噶啦，已經。咁呢個 family room 側邊嗰度咧就叫 breakfast。呢、这個 breakfast 咧係夠大，可以擺多一張大啲嘅台，大家喺度食早餐，望住我哋已經做好咗嘅後院。而我哋依間屋咧嘅地板啦、樓梯啦，全部都 renovate 咗噶啦。嗱，依間屋咧十分滿分，我哋會俾8.8分嘅。而家間屋係賣緊139萬。而 open house 就會在11月6日同7日，依個禮拜六同禮拜日2點到5點半。對樓市嘅影響係會點樣？嗱，加息對樓市短期嘅影響咧，會令到個樓價咧平咗嘅。但你會有一個好大嘅下跌空間咧？唔會嘅 ，OK。